止住了手不忍吹醒课桌前的少年，遥远的光阴走慢些，未来大把失眠。你骑着单车渐行渐远，去了南海的月，责怪天气预报没有预言某一天多云的夜。早上还给错文件，你看你还把手给钉了。没事，这怎么能魂不守舍的？真没事儿。没事儿。这是怎么了，老板娘？大家好啊，好久不见。谢谢。我给你们都带了礼物，快点。乔总，还愣着干嘛？快分了吧。乔总，乔总，我来。谢谢谢谢谢谢乔总。这里面有大家的名字，你给分一下。谢谢乔总。乔总冷着脸还被司机差遣的样子，简直太逗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一物降一物。我突然有点萌这对 CP 了。看看什么东西。小陈的呢？没看见了。没有小陈的。拿回去给他们吧。小陈，要不我的这份给你吧。人家送你的，你拿走吧。总共仨男孩，就仨男孩，你全家了，你想干什么呀你？啊，你要刚来公司，看得出，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大家的工作都很快乐呀。思音姐，还行吧。思音姐，所以你们应该是把这儿当游乐场了吧？这些废纸，给我垫桌脚，我都嫌丢人。你们太让我失望了。思妮姐，这些都是些基础的分析报告，程总选定人选之后还……与其花时间在这儿给我解释，不如提高一下自己的业务能力。三天后，我希望我能看得到配得上你们工资的报告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行了，别看了，干活吧。大气爆火药及时雨啊！老板娘，你们有毒吧？好好工作。又是一个不眠夜呀、啊！
小陈，怎么还没人催你回家？我可是知道魔女为什么要咱们三天之内交报告了，她就是不想让你跟陈总团聚。不对呀，陈总出差了，她就是想让你们两个连打视频的时间都没有，太坏了。李慧，啊，我求你了，你话怎么那么多？你能不能安静会儿？不就是个工作吗？你哪来那么多阴谋论啊？那累嘛，小陈。累累，做完你就不累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让陈总给你加个薪升个职啊什么的？哎，我说你这就太不了解我们小陈了，这就跟他为什么不让你叫他老板娘一个道理。就算是想升职啊，我们小陈也要凭着自己实打实做出来的业绩，对吧？嗯。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。好好工作吧你。喝酒就算了，今天还是别抽了。小雨，你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儿啊？关于你的事就都不算闲事。小雨，这些旅行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，我吃饭你坐我旁边，我住店你住我对门，我连跟男人说个话问个路你都要管，你究竟按的什么心呢？不是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担心你。一般刚失恋的这段时间是最危险的，尤其又是你这个年龄。对吧？我什么年龄啊？我警告你啊，你跟我说话小心一点。我这是年轻有为，我永远十八岁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现在失的恋，我早就失恋了。我跟程志远大学毕业就分手了。嗯，你知道就好。姐，喝什么？啤酒。好的。五瓶。两瓶，别听他的。记我账上，谢谢。虽然说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。虽然说你大学。还走吗？虽然说你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失恋了，但是你不得不承认，程志远和严小川这次结婚的事情对你还是产生了伤害，所以你需要的是一个情感的恢复期。专家称这种恢复期叫身份认同危机。我可以揍你吗？可以，等我说完的。身份认同危机过程 ，Identity Crisis Process。我知道我发音不准，你凑合听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感到自己的郁闷、沮丧、心烦意乱、焦躁、不安，其实都是正常的。所以你不要逃避。嗨，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小哥哥，你长得好帅啊！我看一下。我如果把这个酒单上的酒，每个都点一瓶。给我你的电话好不好啊？好。好什么好？仙人跳没听说过吗？什么跳？没事，不重要。你这样，你后面那面墙上的所有的东西我都点一遍，你把电话给我，但我有个前提啊，给了我就不能给他了。
我刚才的电话就是帮他要的。小心，看好你哦，加油。别听他瞎说，我要你电话干什么？忙忙你的吧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刚说哪？我对你实在忍无可忍了，你像一个狗皮膏药一样粘着我，撕都撕不下来，一天到晚跟我搞破坏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没想搞。你以为这样我就会选你吗？请问你身高多少啊？你多少块腹肌啊？你最近照过镜子吗？你觉得你自己长得帅吗？你凭什么呀？如果这些标准都不达标，就不要再跟着我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我的私人时间，如果你再尾随我，我告你骚扰。不是你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先起来，先起来，慢点慢点，来过来过来，先坐下。我的鞋，等会儿等会儿再管鞋，等会儿再管鞋，来来，来走走走，我刚管，我刚管。哎，鞋重要，脚重要啊？鞋去，拿去。我的鸡米出，这疼吗？啊！你说我不尾随你能行吗？来吧，上来吧，要不然你怎么回家呀？快点，来！别动。别动，哎呀，我跟你说你可真不气嘛。闭嘴，咱们俩都喝酒了，一会儿我叫个代驾送你回家啊。脚还疼吗？疼。脚好了是不是考虑减减肥啊？你闭嘴。闭嘴。别动。早安，严小晨，不是，我以为我来的够早了，你怎么来这么早啊？我会装作没看到你在潘娜那边放早餐。小晨，其实是潘娜先动的手的。哦，那你加油哦。喂，小陈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跟你说一声，我现在去机场的路上了，差不多中午就可以到上海了，下午去一趟 ADM。OK， 那你注意安全，一路平安，拜拜。拜拜。打给老婆的吧？新婚吗？是啊，我就知道。多放点胡椒面儿。哎，好嘞，白胡椒啊。嗯。妈。哎。你们做饭呢？嗯。程太太回来啦。志远还没回来啊？啊，程先生打电话说他晚上回来吃饭，所以我们赶紧加个菜。桌子上的橙汁弄好了，你赶紧喝了吧。哎，好。芳姐，你尝尝。去啊！啊啊！我先回屋换个衣服啊。嗯，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再加点。嗯，哦，好。志远回来了吧？哎，妈，我回来了。还有半个小时就开饭了啊！去洗个手去。陈先生，芳姐特意做了您爱吃的鱼。小陈知道你回来了吗？小陈，志远回来了啊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谢谢妈。哎。你妈没发现咱俩分房睡吧？没有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那屋的门都是锁着的。
我跟他说那是堆杂物用的。我听林姐说，你终于不吐了。嗯。你要帮忙吗？不用。下班之后还坚持散步吗？我吃完饭都下楼去走走。前两天我去公园散步去了。啊？这给我的？客户送的。送了两步，咱们两个一人一步。我也有。嗯，我手机还能用，我不要。你那个手机太老了，可能会影响工作的。那多少钱我给你？都说是客户送的了。你有要洗的衣服吗？给我，我帮你放洗衣机去。嗯，谢谢。这个得干洗吧？嗯。好。一会儿衣服洗好了，我给你晾啊。好，谢谢。志远、小陈，饭好了，出来吃饭吧。先吃饭吧。嗯。哎，小陈。别忘了。谢谢。喝酒去了，我请客啊！你们挑地儿，我请。啊，走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赴约啊。你今晚有空吗？没空啊，晚上跟我们喝酒去。不是，有空有空，你们走。哎，走什么走？快走，走了啊，走了啊。有吗？有。啊，那走呗。那边干嘛还死去？看通宵电影去。通宵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看《哈利波特》的？自己喜欢看。那得就，我最喜欢的就是《哈利波特》，每年都得看一遍。那你今年看了吗？就是今天晚上再看三部，你看不完啊。那就下回继续。方姐，你去忙你的去吧，啊，我自己慢慢弄。喷的时候避着点儿，你别呛着自己。哎，白酒。
感一下，对，感谢小舅，这你都会啊？这是小小他爸爸，以前我也崴脚的时候，他爸爸就跟我赶来着。哦。就好了，谢谢您啊，方姐。没事，是的，您照顾我。今天呀，你什么事儿都别做了啊，好好歇一会儿。那可不行，我待会儿还得去给程先生、程太太打扫卫生呢。那都是之后的事儿，不重要。这个酒让它热一下，放在皮肤上感一感就舒服点。哎，还真是觉得轻多了。好嘞，不要紧，那点剩的让它烧完就完了。啊，好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就用你的袜子啊，把它稍微展干一下啊。好嘞，这样，再抹点油。哎，好多了，这回好多了。好嘞。哎呦，谢谢方姐了。好，你就在这儿歇着。哎呦，他们那边呀。我去就好了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哪能让您干这活啊？您待会儿，我很快就好了，我去。不要废话好不好？你再多说我就不高兴了啊！把钥匙给我。这真不能让您干我的活。把钥匙给我啦。我拿着。真够费劲的你。哎，慢一点，我来。这些事情啊，其实啊，也不用自己干啊，不是有同事在吗？你先怀着孕吧。我过来啊，是要提醒你，今天要去医院做 B 超。可我都快忘了今天是啥节。哎，你看小陈，现在啊。走路不能这么快，尽量的放慢速度，一切都来得及啊。世纪见面呐，就这么没了？你还想看什么？高手过招，无招胜有招。医生怎么说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怎么样？饿不饿？这附近有家鸡汤不错，要不要去试试？啊，我来，我来，谢谢。刚才那个是最后一个了吧？对，最后一个了。那我先走了。还记得这里吗？记得呀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我知道你愿意帮我，也是
你没有必要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，对我这么好。你要是有喜欢的女孩子，你就要主动的去追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把心思花在自己身上啊？我现在正在努力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。怎么不吃啊？最近想调整调整，为了健康。你不需要吧？你又不是医生，就别操我的心了。倒是你，我这次回来发现你状态不太对啊，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沈侯来找过你？知道全部事情了。全部事情？这事儿也怪我，他妈妈来套我的话，我一不留神给说露馅了。懊恼已经发生过的事情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也告诉他。别再来找我了。他答应了。小静，刚刚有一位先生让我们把这些东西交给你。他人呢？他已经走了。谢谢。看来他只是答应了你不再见你，并没有打算放弃你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还继续坚持吗？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们谁都没有回头路。好，接下来的事情我来想办法。我其实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些事情，我迟早都要面对，包括我和你，我们也会各分东西的。我不能一直依赖你，所以我的事情让自己解决。你也别着急啊，今天你先好好休息。明天我们找一个合适的时间，我陪你一起去，跟他聊清楚。嗯，好。一会儿啊，我让老李先送你回去，我去谈点事情。你吃点东西吧。吃吧。怎么样？根据沙盘测试，之前困扰你的心理问题依然存在，但现在你心里又多了一个症结。都有什么呀？
具体表现为一种情感上的自我矛盾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心理上的问题我可以帮你疏导，情感上的，这不是我的专业范畴。在这儿拌凉菜，丁姐呢？她脚崴了，我让她休息点。哦，我帮你。我问你，你跟志远干嘛分房睡啊？我这不怀着孩子吗？我晚上睡觉不踏实，我老翻身，我怕影响他睡觉。还以为你们俩闹矛盾呢。你怎么这么问啊？是不是丁姐跟你说什么了？没大事儿，别瞎怪人家啊。尝尝。嗯，哼哼，你再加点醋。哦哦。今天的菜真好吃。嗯，明天再做，再换个别的样给你拌着吃。哎，小陈，我一会儿陪你下楼走一走吧。好啊，妈妈跟我们一起溜达溜达不？嗯，你们两个人下去吃完了饭散散步去，挺好的。嗯，走走走走。妈，明儿这番茄炒鸡蛋，你多放点鸡蛋呗。嗯来。你明天去找沈侯，你打算跟他说什么？跟他说，不要再来骚扰你。他没有骚扰我。我那天给他发了信息，我让他以后不要再来联系我了，他就再也没给我发过消息，打过电话。看来他成长了，你知道吗？男人跟男孩最大的区别，不是年龄，而是一个总是忙着表达，证明自己，生怕世界忽略了他，而另一个呢，委屈自己，克制自己，照顾别人，成全别人。沈侯这次挺让我刮目相看的。算你还得有良心，记得你爸的生日。
你有没有想过去国外生活一段时间？我一直在想啊，如果你脱离当下的环境，会不会过得轻松一点？至少在国外，你不必去面对一些你不想看到的人和事儿。我是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刚刚稳定下来，我妈也开始在适应上海的生活，所以你的提议如果是想让我远离沈侯的话，我不太想逃避这些事情。我不是想让你去逃避，我只是想让你安安全全的度过孕期。你现在每天这样忧心忡忡的，又想着自己工作上的事儿，又要担心你妈的情绪，现在又多了一个知道真相的沈豪。如果你在这个状态下去的话，我担心孩子。等你生完孩子，我们就回国，也就几个月的时间。你妈这边有丁姐照顾着，你也不用担心。我考虑考虑吧。好。今天那份数据分析做得很好啊。多亏了你的指导，妈。妈。怎么了，妈？哎，妈！妈，妈你怎么了？有事好好说。你爸是怎么死的？你还记不记得你爸是怎么死的？告诉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说话！明明知道沈侯是杀父仇人的儿子，你还敢做这个？说，这孩子是不是沈侯的？妈，你说说，没你事儿，我问他呢，是不是沈侯的孩子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就说明你承认了，是吧？哎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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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冷静点，妈，放开我，妈，妈，哎呀，妈，你冷静点，妈，程志远，妈，你干嘛要这么护着他？这孩子不是你的。志远呐，好孩子，你明白点儿，这孩子不是你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护着他呀？你护着他对你有什么好啊？啊，你戴着绿帽子替人家养着孩子，这对你脸上有光吗？你要是生不出来，你找个好点的人养啊，你就不怕你成家祖坟里跑出人来来找你来？妈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妈，妈。这件事情有点复杂，我慢慢给你解释。你个造孽的，你爸爸就是你害死的，你爸死不瞑目的，他会。快去把那孩子打掉，你要跟沈侯担得干干净净的，我饶了你，我让我就踩死你。妈，不打，踩死你，我妈。妈，妈，妈，你爸爸。你爸爸省吃俭用，八心八肝的养你啊，疼你啊，爱你啊，到现在他养出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不会来找你吗？啊！子晨，你赶紧走，等妈冷静了再说。走啊！你冷静一点，这些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没有，我没有你这么便宜的女婿，没有你这么便宜的女婿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认识你。这一切你都是知道的吗？你们都不是后盾。
妈，妈，妈。喂，120吗？这边有人晕倒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学习，拿下学位，留在上海，赚很多很多的钱，替你照顾好妈妈。